2007年，因为灶具没有关好，一名独居老人在家不幸身亡。同一年，一起意外起火事故又让一名老人丧生。2011年7月，正值酷暑时节，上海在一个月内连续发生3起独居老人在家死亡多日的事件。在这些案件中，以2009年5月的一起事件最为触目惊心。当时，一名施工人员发现一户居民家中有一堆骨骸，经法医鉴定，这位老人已经死亡超过2年。对于很多的家属、很多的邻居来讲，我想这样的案例也就是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但是从做新闻的人的角度，这个是应该要引起我们一个足够的一个重视的。我们怎么样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怎么样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到老有所养？回顾这些新闻，我们发现以上所有的事件都指向了同一个群体——独居老人。为什么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会屡次发生类似的事件？为什么这些事件的当事人都是独居老人？为什么他们会在寂寞中独自走向死亡却不为人所知？我们带着疑问开始了调查。独居老人指的是丧偶或者与配偶离异，虽然有子女但是不与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老人。截止到2011年的年底，根据民政部统计，在我们身边共有将近23万独居老人。为了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我们走进了这个庞大的群体。这是居住在虹口区的龚阿姨与魏伯伯，他们的子女已先后移民去了美国和德国，2-3年才能回国一次，平时只是一个星期通一次电话。他们各自的老伴又分别于1991年与2002年去世。2004年，当龚阿姨的老房子要动迁搬家时，这两名独居老人决定从此互相照顾，一起生活。9点半，到我呢嘛，到我呢10点钟。葛末伊呢是我原来个姨夫，我叫伊姨夫个，侬也是一家头，我也是一家头。搿是我主动提出来，我讲阿拉搭伙，侬看可以伐？搭伙，互相照顾。那伊讲好个呀，因为伊也一家头嘛。搿伊要生毛病，伊也没人管伊个呀。母亲走，那么我担心少一点；如果他先走，那么我就担心了。那我一个人哪能办？啊，那么你到医院呢？啊，也没有人陪了。啊，你生病在家呢，你不晓得。那么再听到现在有的像杨博学有的这个在家呢，过世了1个礼拜了才发现的。龚阿姨和魏老伯居住的这个小区，大约有将近8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而其中独居老人的比例占到7%。对于这些平时子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来说，邻居的帮忙有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2012年6月，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张照片，一根爱心绳从3楼垂到2楼，连接着两位老人。79岁的包伯伯和楼下87岁的孙阿婆都是独居老人，做邻居已经5年了。而这根连接着两位老人的爱心绳已经换了6-7根了。孙阿婆的儿子在外地工作，老人年事已高，一旦发生意外不容易被及时发现，这样一根小绳子关键的时候却成了救命绳。经过对各类媒体发布的相关新闻的搜集，我们整理出一份迄今发生的22例独居老人猝死的案例名单，时间跨度从2004年至今。在这份有可能还不完全的名单中，死者大多数恰恰是60至70岁的年轻老人，数量达到17名，占到总数的7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至今的所有死者都是年轻老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因为一楼这户居民家中的自来水一直在流，工人黄师傅想帮忙关掉水龙头。我们就喊了几下，喊了几下没人。结果黄师傅发现电视机柜边上有一具尸体，并且已经高度腐烂，于是立即和居民一起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到现场勘查后，基本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据邻居介绍，这名女子姓胡，今年62岁，曾结过2次婚，子女都随丈夫，平时一直独来独往。今天上午，死者的亲属已经赶来处理后事。后来经法医鉴定，去世的胡阿姨死亡时间已经超过2年。这起案件在当年让社会各界都关注到独居老人这一群体。然而，为什么胡阿姨失踪2年都没人发现？对于今后怎么养老，他们都有怎样的看法呢？子女一来有工作，一来家庭也讨厌，觉得来管侬老啊。老呢，侬家瘫了床了，没办法，人家长命无孝子，搿句话就是讲气到了老了。小女啊，根本没一个想法，我根本也没这个想法，要小女等我等回头。为啥呢？不必当的呀。搿侬有没有想过下趟子去？实在勿来塞，实在是出实在勿来塞嘛，要住养老院去了，那没办法，对伐？好外做滚外了，屋里向没人照顾嘛。搿没办法，没得养老了。阿拉囡恩家勿会得拨侬去的。我是想法呢，自家能够调理呢，还弄弄。啥是勿能够调理呢？我会到敬老院去。养老院阿拉搿钞票勿够，工资太少了，搿哪能办法啦？钞票蛮多的，钞票放进去。自家一个人搿劳保工资勿够，哎，还要小人推。养老院想是要想的，是不是好？是不是里向有得医生？当我看毛病配药，不要我跑了。一个讲，这个就去往了出来一个个那样子讲，等我吓了了。唐先生今年90岁了，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想为以后的日子做些打算，他想找一个离家近的养老院，但是这一家已经满员了。其实，在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养老院几乎都已经住满，围绕养老院的诸多矛盾日益凸显。未来中国，我们将在何处安放晚年？这东西对，一天吃拉撒嘛，他都在床上这样子。比如老人大便在床了，然后你要去擦了，然后老人那个大便拉不出来嘛，然后你要掏大便嘛，要给他吃什么那个开塞露，然后就要掏出来的啊。这是贵阳郊区的一家民办养老院，院长的名字叫杨美学。2006年，老杨用卖豆腐赚来的几万块钱开办了养老院，一时备受关注。然而，办养老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俺们要吃了羊，你一样都不吃不行吗？那也吃不下嘛。那吃不下给家做过了，这，哎。这婆婆呢，94岁了，我在那边年龄最高的是她了。
当时呢要把他就是送到那个政府家的公办那个养老院去，但这婆婆呢就不肯去，啊就不肯去呢，阿妈就住在我这一点。你还想吃的嘞呀，婆婆？一样都不想吃，咋个行？拿生命开玩笑是不是？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那。我只想吃肉，不想活哟。我真是穷。妈呀！这个月的秋月份把它上，因为当天上挺大的，你这个楼梯有问题。嗯。那资料查。我做啊，哥。先这个汤哦。先吃好再给他擦，把墨汁都上去了。先护士他护理工作时间跨度大，又相当琐碎，年轻人大多不愿意从事。目前的养老行业从业人员普遍年龄偏大，吃饭就放这里吧。大家怎么我这个同事每次炒菜都放花椒？上个月，长春汽车潮军战机飞行员大赛现场，该专机由前苏联之第二中二客机飞行员接上那个。相亲地点约在了淮海路附近的襄阳公园，吴老伯早早就到了。公园里有人用麦克风在唱那首老歌，像是有意无意的在撩拨他的心。怎么样子啊？是见别人介绍我说来跟你见见面的。好，那到这边走走吧。哦。请问你是哪一年的？我今年八十岁。八十岁啊。哎，但是我没病，身体很好。嗯。每天打太极拳。嗯。哎。现在你五几年啊？我是六几年的。哦，六几年，对对对对。哎、哦。但是你的年龄跟我悬殊太大了。那行，你考虑，不要紧。嗯嗯。他一看我就想年龄大，你的素质可以。他想就是条件好的，年龄能够差个十几年。我觉得想差十几年了，这个他也鼓励的，这个没正常，没正常。当时处在丧妻伤痛中的吴老伯并没有别的考虑，他只想把两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儿照顾好。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颇为伤心。我回去了，我女儿在家里，那她已经结婚了，她就跟我讲了，哎，
哎，这里房子意思你们你不要搞啊，这里是妈妈的房子啊。哎，我哎这，啊，意思当中不，你不准结婚的啊，就这样意思。我听了很生气，你们这女人怎么样干涉我啊？啊，难道没一点情感的吗？你们自己生活很好了，就不考虑父亲的生活吗？吴老伯由此顿生了再成家的念头。他当时就在上海老年报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之后他与一位当幼儿教师的女士相识，双方开始了交往。我第一面也就跟他的人那么就这样子没人陪我啊，被大女儿知道了，出去他也盯牢我，好了，这样一几个礼拜呢，另外男同事盯牢他，给他们盯走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我放弃了两个人以后呢，我很孤独，我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少饭没人少饭吃个，啊，我菜没吃，是吧？那么我想找个人找个伴，一方面生活需要，一方面也能够有共同的夫妻生活，对吧？可是婚后安心的日子没过几天，吴老伯家里的矛盾就凸显了出来。那么第五天开始，为什么呢？他女儿跟我这个结婚的打架，在阳台里面打架，没办法住下去了，他就到家里去，一去就是一个礼拜，我饭也没吃了，我说我不属于他，不来看我，生病他也不来看我，那我一去啊，我生病了，生抑郁症了。时间一久，无奈的吴老伯提出了离婚，这段婚姻就此结束。那个大概有大概五六年以前了，有侬也蛮生气的。吴老伯说起自己的这段感情，周围的气氛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想老太婆想疯了。谁说的？我说的。他们转两家两个女儿不好，啊，不准他找老太婆啊。哎，那不对呀，为什么不让他找？他找来，他不找一个又不好的，找一个，找一个又不好的，为什么？找老伴应该找，对吧？找个实实在在的，像岁数呢，也不要相差那么多。在议论声中，吴老伯离开了证券公司。这时，离异十多年的阿英也在经受着一段撕心裂肺的感情折磨。四年前，她与一位老先生相遇。两人情投意合，可是当他们打算走入婚姻的时候，却遇到了阻力。阿英一肚子的苦水无处倾吐，在我们的一再邀请下，阿英最终同意来电视台接受采访。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人家美尼尔症发了，我还不懂，睡在床上三天三夜，没吃过一口水，喝水也没喝过，听到那电话铃声响，我就拿不到电话筒，那个时候我好痛苦啊，我想大概我死了的话也没人发现。那时候把自己封闭在家的阿英偶然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了百万青举办的阳光单身交友沙龙，而且就在自己的家门口。阿英试着去报了名，很快就引起了一位老先生的注意，在对方的一再表白之下，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便开始了交往。那时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啊，他那个他三年老婆死了三年，他是上楼的，他没有吃过一顿一个菜炒的菜。我说你怎么过日子啊？我会烧菜啊，我以前开饭店的，每天六菜一汤，七菜一汤，八菜一汤。他开心死了，我那老头脸上马上半个月脸上发红光了，身体好了，神气得不得了。出去旅游把他带去，因为七十几岁人不能出去旅游的，有人陪不要紧，我带着他，我们俩是很幸福的一对啊。不知不觉，阿英和老先生已经一起走过了四个年头。63岁的阿英想要一份归属感。我觉得我要领结婚证了，我们这么要好，以后真的是刚说小不点地方了，那么我提出来，他就
他就说帮儿女去商量。可是事情却并不像阿英想的那么简单。他女儿不同意，他女儿把网票簿、户口本全部扛起来不能开。伤心的阿英最终选择了离开。我走了，他说了四个字，撕心裂肺。他心里很痛苦啊，我心里也很痛苦啊，我没办法，我心里很难受。这个周日，神清气爽的吴老伯如期来到百万青开办的中老年阳光单身交友沙龙。免费的，谢谢的。之前吴老伯告诉我们，今天他要约一位69岁的王阿姨一起来这里跳舞。我们也带着好奇期待王阿姨的出现。高兴点，我心里我老了，我不能玩什么去了。这是交友沙龙的活动现场。8年前，担任静安街道老年协会工作的百万青，为了解决中老年单身人群交友难的问题，由他牵头搭建了这个平台。你看把那个汉德电视台了，哎呀，我48年啊，48年做劳动啊，我讲不听啊，十年生肖当中劳动是最好，阿拉老公也是48年。11月生的，我讲不听啊，11月出生的人。11月出生的人最聪明，我是11月出生的。那天薪工资多少？看吴老伯的架势，好像对新会员介绍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似乎更相信自己的眼光。看来注定是要单身了。音乐响起，我们就看到了吴老伯潇洒的身影。跟他一起跳舞的，莫非就是他邀约的王阿姨吗？吃鸡翅，我们也谈。这个他昨天有感冒嘛，我打电话打给他了，他好点。你没有如期出现，我们多少为吴老伯感到有些遗憾。今天没有适当的人吗？跟我跳的老太啊，他60几岁，我跟他跳过好几次，有的时候他找我跳也有，所以我今天找他跳。你的年轻啊，好像现在我们年龄大不会跳。开办了8年之久的中老年阳光单身交友沙龙有8000多会员，吴老伯算是这里最早的一批老会员，他几乎是每个周日都要来参加活动。和许多会员一样，与其说是来寻爱，不如说是来参加单身人群的聚会。有护士阿弟，这啥也没来了，你看我现在就这样。退休的大学教授王礼贤，每个周一都要乘坐这部公交车，路上需要花费1个小时。他去的地方是上海老林大学，他在那里开了一门叫做甲骨文的课。大部分还在海里。如果不是真正走进来，难以想象这所开办在市中心写字楼里的老年大学是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世界。
这里有200多种课程，每个学期都有7000-8000位老人在这里求学。76岁的邵爱丽是英语系走遍美国班的班长，虽然年纪大，但是班里的杂物他办起来雷厉风行。我想到去找来了，来了的。Always care me. Oh yeah. 我想下趟我再去报这个当代人文。我觉得蛮好，哎，安静，安静。Have class. Okay, please sit down. First, I really appreciate our classmates. My article about Miss Tang. So I hope everyone read it. Okay.When he got to the concert, all classmates all have levy for help me. Yeah, so I wrote this article. Okay.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It's my pleasure. Thank you. 唐老师呢？大家都有的这一版啊，甲骨文的这一版。这一版里面呢，有几个几篇文章都讲过了，但是还有一篇没有讲。这一篇呢，就是。这个右边的上方，有好多字呢，跟前面的有点重复的，是吧？但这个重复不要紧，因为我们这学员呢，因为年纪都大了，就像读英文一样啊，读读就忘了，忘了再读，背这一篇。背呢也有几种写法，一种呢，先写这个上面的那个竖的。嫩枝，然后下面的枝干，下面树根，是这样的一个字。但是也可以简化，把上面的枝干这个拿掉，简单的写这样也可以。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字呢，是根据这个来的，所以它有两个部分，所以写成两横。下面的树根呢，写成最下面，就这就写完了，懂了啊？那么整个这个呢，就是贵为这一天。占卜，因为征询的话一定是贵，为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贵，总是贵这一天，因为这是10天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一看到贵什么什么，那就是征询。像一个船形的，两头小，大头大。在老林大学，王礼贤老师有很多铁杆粉丝，大家跟着他学古文字，一学就是7-8年。他的甲骨文课在全国那么多所老年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还火爆到需要佳作。下了课，学生们也不肯放王礼贤走出教室，他打算帮学生们办一个书法展。这个提议让大家写字的积极性很高。你看，如果你不知道他在这里学，你看，你看这个多漂亮，漂亮吧？那汉字呢，又后来是趋同，趋异成同了，好吗？许多字都是以前都不一样的，后来都一样了，懂吗？没好，这个字形很好的，字形很好的，懂吗？卢成平今年64岁，在这里已经学了10年。这个被称为二胡提高班的班级人不多，但是学员的水平都很高，
他们大多是七八年的老学员了，早早就考出了二胡十级。我们反正每次到了哆哆哆哆哒哆哒的，都总归要赶一赶，总归要快一点，不要快。啊，当哒哒当当哎嘞哆哒，当哒哒当，还是一样，我们的速度没变，啊，一直保持在这个非常稳定的，不要当哒哒哒哒哒，又把你的鬼鬼当哒哒，两句中会比较贱，比较贱，这个两句不要急啊。那么再来一次，好吧，再来一次啊。这些学员继续来老林大学学二胡，一则是为了得到专业老师的指导，不过更多的还是为了老伙伴们每周聚一聚，斗斗琴技。可与这些老伙伴们常常参与一些公益活动，最近卢成平在张罗的就是一个月后去养老院的一场慰问演出。觉得很失望，怎么讲？但是也有一点自私，他要人家都完全是跟符合他的要求，我觉得还是有点自私。All along with him. Okay, let's do it slowly. Okay. How about Miss Bob? I consider he's a playboy. he has many girlfriends. And he chose the girl who can concern him. Yes. But I think he was not a boy. He would concern the girls. Even if the girl is he like. Yeah, but he can't concern what the girls like best. Yeah, I get your idea. She likes to travel. She likes to move. Give me a butter. She want a woman all around with him. Someone else is around him, but she did. She doesn't like him. Like her. She says, she not just for me. So I think, until now, she haven't found a woman is fit him.退休后学习英语，大多数人有些比较实用的理由。在上海出国旅游是不少老年人退休后的愿望，能够学一些简单的英语会话就方便了很多。课后的学员们仿佛老顽童，老林大学的同学们在下课后总是不舍得离去，有着相同爱好的老伙伴们可以玩在一起。May every day be better than last. And now
the cup of honor lead us a dance. A dance. One, two, three.